未来五年，这五项科技突破将彻底改变人类命运。第一名甚至有可能让人类拥有神的能力，也有可能让人类走向灭亡。那么第一名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开始盘点。第五名，基因编辑技术。命运这两个字常常被用来描述先天性的疾病，现在命运也可以被修改。这两年，全球首款基于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的基因疗法已经在欧美市场上市，专门用来治疗镰状细胞病和贝塔地中海贫血。基因编辑用于治疗遗传疾病，不再是老鼠、猴子实验，而是真正的走入了医院，进入了人体。这意味着某些遗传病将不再伴随终身，而是能一次性被修正。未来几年，基因编辑技术也会用于治疗更多的重大疾病，如通过编辑 T 细胞增强它识别肿瘤的能力，进而治疗癌症，通过删除艾滋病相关基因治疗艾滋病等等。当这些疾病得到攻克，人类的寿命将取得进一步的增长。第四名，可控核聚变。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可控核聚变的实现永远还要50年。为什么这项技术这么受人期待呢？因为有了它，人类就相当于创造了自己的人工太阳。将氢原子在超高温高压下碰撞融合，触发核聚变，释放巨大的能量，一克的燃料就相当于8吨石油的热量，并且没有任何的污染。有了它，人类将彻底终结化石燃料时代，达成能源自由。2022年，美国加州 Lawrence Livermore 国家实验室首次实现了核聚变的净能量输出大于输入。2023年，中国的人造太阳 EAST 项目也实现了核聚变反应堆403秒的稳定运行。美国的 Helium Energy 公司已经提出在2030年前建成商用的核聚变发电厂。这一切都预示着可控核聚变实用化，也许这次真的能打破50年的魔咒，在下一个5年内成为现实。第三名，脑机接口的突破。看过《黑客帝国》吗？通过接口连接你的大脑和网络，你可以使用意念控制一切联网的设备，甚至登录一个虚拟的世界，成为虚拟世界里的 Swan。未来几年，这些画面有望成为现实。2020年，马斯克的 Neuralink 首次成功为一位四肢瘫痪者植入了脑机芯片。他可以用意念控制鼠标玩国际象棋、浏览网页。2025年， Neuralink 再次帮助一位完全瘫痪、失去语言能力的患者植入脑机接口后，他能够用意念打字。还不仅如此，基于他失去语言能力前的录音，通过 AI 技术合成他自己的声音，从而重新获得了开口说话的能力。脑机接口正在把我们从感官交互推向意念交互的新时代。人类不再需要手机作为终端，不需要看，不需要听，不需要动手，通过意念就能操作各种设备，获取信息，甚至与他人进行思想共享。不过这一切也伴随着巨大的隐患，思想都能被读取的世界，隐私的界限在哪里呢？希望世界不要成为电影《攻壳机动队》里的样子。第二名，通用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过去几年，应该没有什么科技概念比人工智能还要火热，而通用人工智能是比普通人工智能更全能的版本。它有人类级别的智能，能像人类一样思考学习，它能自己搞科研，当医生、教师、工程师，各行各业的效率都将直接起飞。此外，通用人工智能结合具身智能，将诞生几乎全能的机器人，它可以搞定所有人类的工作，让人类有机会实现天天躺平、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不过呢，人类也有可能走入赛博朋克的歧途，大多数人成为完全没有价值的边缘人。世界走向哪个未来，取决于通用人工智能掌握在少数人还是多数人的手里。因此，让我们一起支持人工智能研究开源化，说的就是你 OpenAI。 第一名，量子计算迈向实用化。量子计算比通用人工智能影响力更大吗？答案是肯定的。量子计算机基于量子力学的原理，可以实现变态级的并行计算。当前人类的加密系统都是基于巨大计算量的数学问题设计的，如把一个300位的数字拆成两个质数的乘积。传统计算机需要数百万年才能得出答案，而量子计算机可以在一瞬间就解决。假如量子计算成熟，也意味着人类所有的加密体系瞬间失效，所有人银行账户、比特币账户都会毫无保留地暴露在他人的面前。为什么想想有点小兴奋呢？毕竟我的账户里没有几个钱。不过量子计算真正的威力可不是仅仅破解几个银行账户，当前人工智能依赖的就是显卡的并行计算能力。
因此量子计算机可以让 AI 的训练和推理速度比现在快亿万倍，这将推动超级人工智能快速到来。对比通用人工智能，超级人工智能智力大大的超越人类，并且拥有自己的意识。超级人工智能诞生呢，意味着人类创造出了比自身更加高级的物种，某种意义上拥有了上帝的能力。用好超级人工智能，让它为人类的福祉服务，它就会像天神一样统筹规划人类的一切事物，让所有人类犹如生活在天国中一般。不过这只是美好的愿望，当智能体之间智力相差过大的时候，就如人类和蚂蚁的关系一样，你会在乎一群蚂蚁的死活吗？人类会不会像电影《异形普罗米修斯》里演绎的一样，被自己的创造物反噬，就是一个有趣的哲学问题了。好了，以上就是我眼中未来五年最有影响力的技术突破。路易斯认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大内卷的时代，不仅是人与人的内卷，也是国家与国家的内卷。这个世界需要一场深刻的打破现有格局并创造新生产关系的科技革命，也许这次变革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亦或是引导人类走向歧途的变革。2025年也许就是这场变革的开端，让我们拭目以待。你最期待的科技突破是什么呢？欢迎在视频下评论。觉得路易斯视频有帮助小伙伴，欢迎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